晨雾初破，和每天一样，孙占星推着他的豆芽车又出现在了大街上。老孙做豆芽的手艺是从父辈那里学来的，从十几岁开始卖豆芽，每天固定的时间，固定的路线，几十年不变。人们都说老孙和他的豆芽早就成了县城里固定的一道景致，只是这道特别的风景当中，除了有老孙和他的豆芽，还有的就是这被老孙一路唱来的花鼓灯了。老孙生活的这个小县城，相传曾有凤凰落在此地栖息，人们便在当地修建了一座凤凰台，小城也因此而得名凤台。凤台县位于中国的安徽省境内，有1100平方公里，生活着近70万人口。长江淮河的第一道峡口峡山口，让凤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要津。东晋淝水之战的古战场，八公山上风声鹤唳、草木皆兵的战力，让凤台早已声震四方。而有着东方芭蕾之称的凤台花鼓灯，更是让凤台名扬海内外。花鼓灯又名红灯，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歌舞并进的艺术形式。过去主要是在集会上由人们即兴表演，内容也大多是抒发对爱情的追求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关于花鼓灯究竟起源于何时，目前还没能找到确切的资料，只是在凤台县志中曾记载，花鼓灯历史悠久，从公元960年就流传在淮河流域的凤台、淮远一带。这简短的记述虽不能断定花鼓灯起源于何时，但起码可以说明在1000年以前已经有了花鼓灯的表演形式了。今年已经85岁高龄的陈静之老人，是我们在凤台县能找到的年龄最大的花鼓灯艺人了。他已是当地花鼓灯表演艺术的泰斗。您一开始学花鼓灯是谁教您的呀？那实际就是农村里前一辈人教的。老上一辈人教的。上一辈，我的上一辈，对。跳了多少年了？从13岁到现在跳了70多年了，是吧？对。过去跳花鼓灯都什么时候才跳啊？过去都是农闲春节。逢节日丰收，有时候年轻人呢就搁卖场上就也跳，都跳什么？主要是唱什么内容呢？唱都有内容，唱内容，情歌比较多一些。陈老告诉我们，过去人们唱花鼓灯，田间地头不分场合，走到哪儿唱到哪儿。即兴编纂的歌词内容，从国家大事到家长里短，想怎么唱就怎么唱，就连随意扭动的舞步也都是从生活中、劳动中演变而来的。婆婆你是什么样的呀？婆婆也这样的，婆婆你看，婆婆就是，还真像。这是犁地吧？这不是啄麦，啄。割麦是吧？对。啊、哦，这是割麦。哦，你看这是割麦的。呀，真像。对。啊，真不容易。别累老人家了，行了。在陈老的那个时代，女人是不能表演花鼓灯的，所以所有的女角都是由男人扮演的。
陈老在花鼓灯中就专门扮演女角。别看老人现在已经进入古稀之年，但我们仍能从他这一招一式中看到他当年的风采。到今天，花鼓灯表演已是几经沉浮，被人们传唱了上千年。经过了数代艺人的继承和发扬，如今已经发展成了有规模的专业演出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门类。花鼓灯表演主要是由舞蹈和歌唱两部分组成。由于歌唱中的词句会根据人事物的变化而定，随意性较大，因此能被保留至今的传统花鼓歌并不多了。现在到凤台，要是一说起花鼓灯，其实就是指花鼓灯表演中的舞蹈部分了。在铿锵的锣鼓点中，人们踩着登山步，扭着手帕，摇着折扇，或是两人一组的小戏，或是四五成群的大场，都在用多情的舞姿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。在凤台，你能找到许多民间的花鼓灯表演团体，从孩童到老人，人们或是尽情的舞，或痴迷的看，又或是悉心的交流。花鼓灯就是这样被一代代传授了几千年。现在的凤台县内就有一所专门从事花鼓灯教学的学校，凤台花鼓灯戏校。今年15岁的高琴娜是凤台花鼓灯戏校毕业班的学生。在戏校学习的这3年时间里，小琴娜每天都要和伙伴们重复这些基本功练习，踢腿、下腰、走台步，虽然动作反复枯燥，但是他依然做得很认真，因为他知道，要想成为一位优秀的花鼓灯艺人，就必须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刚开始来的时候觉得苦吗？苦。怎么苦？跟我说说。有时候老师给我们看完队呀，受不了。苦。苦，那你苦你干嘛还学呀？既然选择这一路，就得好好练下去。父母讲他，你既然选择这一路，你就干下去吧，你干什么事不能半途而废。你自己怎么想的？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。凤台花鼓灯戏校现有学生200多人，由于实行的是住校制管理，所以不论是多大的孩子，从学习到生活都要自己打理。平时的练功也很辛苦，基本功练习、走台步、节目彩排，每天不知要重复多少遍。尽管3年的学习很辛苦，但是孩子们却能在这里得到花鼓灯老艺人的真传。花鼓灯的舞蹈动作就男女角色的不同有所区分，女演员被称为兰花，男演员则被称为鼓架子。鼓架呢，这是花鼓灯中间的一个统称，男角就叫鼓架子。鼓架呢又称大鼓架，又有跨鼓的，又有小鼓架。大鼓架呢已经擅长于就是动作，哇，大的动作啊，这个零散都是大骨架的，是吧？又是顶人，那他比较有力气。小骨架的擅长于表演性、技巧性。哎，你像那个小长啊、枪板凳啊、跟头啊什么之类的，比较灵巧、比较弄那里是小骨架的，他比较表演比较灵活。就是那个跨骨的，以前的又称叫抽骨架。抽骨架的跨骨的呢，他擅长的就是边舞边唱。
他是搁这个戏剧中间来讲呢，有一种就是戏剧角色，叫丑角吧，有一种是戏剧角色。兰花的动作大部分都是从生活劳动中演变而成的。您瞧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步伐叫登山步，是根据旧时小脚女人走路的姿态演变而来的。除此之外，像什么十字步、压花步、簸箕步等等，每种步伐中都能找到生活的原型。在整个花鼓灯表演中，兰花的舞蹈过程就是用这些基本的步伐编串而成的。花鼓灯表演不光动作讲究，服饰和道具中也有学问。兰花们身着的宽边红褂裤是从公元1894年就流传下来的习惯了。手里拿的折扇、手帕也是兰花的必备。舞蹈时，扇随手动，手绕帕起，再加上红袖挂裤的飘逸，充分展现了花鼓灯妩媚动人、细腻优美的一面。鼓架子虽然在服装上没有太多的讲究，但是在道具和分工的运用上就显得比兰花更突出了。明黄色的伞衣，绛红的花纹，彩色的流苏坠边，这是鼓架子所使用的道具，叫做叉伞。叉伞最早是出现在中国的皇宫中，它意味着权力的象征，皇帝外出必是叉伞先行。现在叉伞被运用到了花鼓灯中，这叉伞一出，好戏可就要开始了。今天小琴娜和伙伴们要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县的花鼓灯采街活动，一大早姑娘们就忙了起来。在这次活动中，他们要表演的是花鼓灯的传统剧目大场。在采街的队伍里，我们没能找到高琴娜和她的小伙伴们，但我们相信他们表演的一定很成功。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，看戏听书不如凤台花鼓，这句古老的名谣在凤台县城不知流传了多少年，它和凤台花鼓灯一起被一代代的流传了下来。我们相信花鼓灯还会被传送下去，因为从孩子们质朴的话语中，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。毕业以后我想当老师，我喜欢把我学的等于全都讲给学生。我想当一名舞蹈家。我想当一名跳花鼓灯的演员。我想到国外去闯一闯。我想当一名舞蹈演员。